这钱的部分哦，我会当给出。啊，就算讲我都老朋友叫老板，那有人叫停工，公部门来通知啦，一定有人去斗的啦。为了这件代志哦，我袂让步。是讲迄个长辈啊，过去是不是做过什么厉害的代志？我爸的代志，交我来处理。我无想要为难你，你之前嘛有讲过，伊比亲生父母更加重要。就算伊拄好无代表，伊让伊利用公款来威胁你啊。